他曾是个流浪孤儿，因聪慧过人被老板重用，十年后出来单干，善于钻营参透规则，成为当地的富豪。他因野心太大，孤注一掷地扩张商业版图，却遇到了命中克星，最终只能悬梁自尽。在他死后，后辈败尽家产。他就是澳门的初代赌王卢九。这里是黑白人物志，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背后的故事。1848年，卢九在广东新会的一个贫苦家庭出生，原名卢华少。在以前，穷苦人家的孩子存活率偏低，往往会相信取个贱名容易养活，因此卢华少的小名便是卢狗。由于粤语发音，他被叫成卢狗，又因为脑筋发达，脑袋长得比较大，被称为大头狗。有了贱名的卢华少是活下来了，但父母却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没了。年仅10岁的卢华少就独自一人从新会流浪到了澳门。1857年，初到澳门的卢华少来到一家钱庄里当打杂工人。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此话不假。卢华少虽是年纪轻轻，但却聪明过人，颇有经商天赋。虽只是个杂工，但却勤恳好学，善于钻营，一张利嘴能说会道，很快就得到钱庄老板的重用，成为钱庄顶梁柱。那年他才20岁。卢华少为钱庄赚钱的同时，自己也累积了不少人脉资源和资金。作为有能力有魄力的商人，他决定出来单干。正是大鹏一跃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1867年，卢华少开了自己的钱庄，名为宝行钱号。宝行钱号在卢华少的运作下日进斗金。有了钱，卢华少也没闲着，善于钻营的他利用当时的规则来赚取更多的财富。当时的澳门还未回归，仍属于葡萄牙的殖民地，他们以承运制度来治理地方经济。无论什么生意，想要开张就需要经过投标才能拿下牌照，有了牌照才能开业。当时的牌照和现在的可不一样，那时候的门槛高得多，因此普通人是难以企及的。卢华少就不是普通人，他有资金，有人脉，很快就开始大展拳脚。贸易行、房地产、赌大、鸦片馆乃至菜市场的猪肉，他皆有涉及。值得一提的是，靠着规则，卢华少垄断了当地的猪肉市场，成为澳门的猪肉大王，身份地位节节高升。再叫卢狗着实不雅，也没人敢这么叫他，都改称他为卢九。但仅仅是猪肉大王这个名号，并不能让人称之为传奇。为卢华少书写传奇的是赌这一行。当时赌这一行在澳门也是合法的，只要有牌照。1872年，卢华少拿下澳门的赌牌、翻摊、微信猜科举考试中举的人名、白鸽票等陆续开张，随后又承包仁慈堂彩票，垄断赌业长达30多年，一举成为初代澳门赌王。赌厅内日进斗金的同时，卢华少的野心也跟着膨胀，区区弹丸之地已满足不了他，他想要更大的舞台，于是将目光投向隔壁的广东。1900年，当时清朝为了支付马关条约的赔款，在财政上早已吃紧，李鸿章此时担任两广总督，为了解决这个燃眉之急，取消了禁赌令。此前的两广总督德寿在任时都是禁赌的，卢华少听闻禁赌令取消了，赶紧与朋友组建宏远公司来到广东发展。当时有钱的人也不止卢华少一个，因此卢华少为了到此发展，那是大下血本。他以200万2白银为代价，为了取得为期8年的白鸽票经营权，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赌档虽然赚钱，但想要回本还需要一段时间。原以为万事开头难，只要把开头做好，后面就顺利了。可卢华少的大钱刚刚投入，正准备大展拳脚时，李鸿章被调走到别处当官了。从上任到离任不到2个月，接任两广总督一职的是原本主张禁赌的德寿。德寿一来又开始禁赌了，但他手段不严厉，手下的人阳奉阴违。卢华少为了不让前期的投入泡汤，经过一番打点，在背地里继续开赌，一时间也松了口气。可他能打点，别人也可以。没多久就冒出一家福泰公司来跟卢华少的宏远公司竞争白鸽票的专营权。卢华少无奈，只能以每年11万两的代价将对方赶走。没几个月，德寿再次被调走，来了个只当10天的陆传林。陆传林之后又换来了陶谋，陶谋当了1年多就病逝了。然后德寿又来了，就这样3年间，卢华少是亏惨了。每一次有人员调动，他就得花一大笔钱来应酬打点，根本就入不敷出，支出越多就会越陷越深，直至万劫不复。这跟自己开赌档害人还挺相似的。1903年4月，德寿再次离任，来了个厉害的角色，岑春轩。岑春轩此人嫉恶如仇，当年在四川当总督时便被称为官徒，
他那一份奏折同时弹劾40多个贪官污吏，由此可见其人拥有雷霆手段，并且毫无人情可以讲。卢华少遇到了岑春轩，那是老鼠遇到了老猫，被克得死死的。在岑春轩的雷厉风行之下，手底下的人皆不敢收卢华少的好处，即使收了也办不成什么事。这下子卢华少可是无力回天了，苦心经营3年没赚到钱且不说，来来回回这番应酬打点前后花了400-500万两。为此卢华少的宏远公司还在澳门和香港等地到处借债，现在公司没了，钱却得还给人家。为了讨回这些钱，卢华少使尽各种手段，但岑春轩始终技高一筹，卢华少没能如愿。1905年，清廷准备在广东修建铁路，卢华少得知此消息，犹如抓住救命的稻草，飞到上海找到了当时被誉为十亿之父的盛怀轩。盛怀轩就是负责铁路督办的大臣。当听到卢华少表示自己愿意出资来修建这条铁路时，盛怀轩很高兴。可卢华少也不是无偿出资的，他还有个条件，就是让盛怀轩帮他讨回之前花出去的那些冤枉钱，并用这些冤枉钱来修铁路。盛怀轩能坐上高位，哪里会看不出卢华少的花花肠子，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卢华少。随后这事也传开了，整个朝廷都没人再为卢华少开过口。卢华少想找人来帮忙也找不到人了。1907年底，卢华少在澳门的私宅御园内悬梁自尽，享年60岁，可怜的初代澳门赌王。最终的结果就犹如走投无路的赌徒一般，以上吊的方式了却残生。卢华少死后留下10房妻妾、17个儿子和16个女儿，孤苦无依。这时候卢华少的长子卢连若站了出来，原本卢华少为他捐了个大官，但卢连若确实对经商情有独钟，于是辞官下海。在卢连若一番行云如流水的操作之下，卢家竟是起死回生，钱庄、赌档、鸦片馆的生意甚至超越了父亲当年。1909年，卢连若就登上了澳门首富的位置，当时的人也称其为澳门皇帝。在1912年以及1913年2年间，卢连若还2度接待国父孙中山。可卢连若身子虚，在1927年年仅50岁就病逝了，从此卢家就开始走下坡路。1930年，卢家那张几十年的赌牌被澳葡当局拿出来重新竞标，各路势力望风而来，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卢家能立足这么多年，家族的底蕴还是有的。卢家联合华商会的萧盈洲、富甲一方的范杰鹏以及广东巨富霍之庭合伙开了一家豪信公司，并以80万的高价拿下赌牌，一时间生意红火。值得一提的是，后期被誉为赌圣的叶汉此时就在豪信公司当摇头子的荷官，可叶汉的一身本事没有被卢家发觉，一气之下辞职投奔了在广东的傅老荣。此时傅老荣在广东宝安县经营赌馆，名为佑生公司。傅老荣的公司拉走不少豪信公司的客户，因此豪信公司生意一落千丈。1937年，傅老荣联合高可林以及在豪信公司备受排挤的霍之庭三方强强联手，180万拿下澳门赌牌。自此卢家没落，傅老荣崛起成为二代赌王。1960年，位于大唐巷7号的卢家大屋因无力上缴地产税被充公了，当初初代赌王卢华少自建的余园也在长子卢连若过世后易主了，如今成了著名的卢连若公园。常听说富不过三代，卢华少更是靠着鸦片以及赌来发家致富，哪里能有什么好下场。2015年，在香港的一场书展中，有一本澳门晚清华商的书在展览，书上以余园为封面，正巧卢华少的玄孙路过，指着那书的封面道：“泥渡曾系我屋脊，这儿曾经是我家。”这句话中有自豪，有骄傲，但更多的是失落，是无奈，还有无尽的心酸。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黑白人物志的视频，欢迎点赞分享视频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